台南一间知名饭店，为着感谢新台病院医护人员以及校方防疫人员这段期间的辛劳，特别准备代表六六大顺的6600份米糕甲甜梅，分配送到新台为了防疫人员。台南一间老饭店，为着感谢新台病院医护人员以及校方防疫人员，为着防疫辛劳付出，准备向今六六大顺的6600份米糕甲甜梅，今仔日开始分配送到新台病院。希望尽家己的力量，呼吁社会力量，成为第一线人员坚强后盾。新台校长苏慧珍代表接受以及感谢，并强调新台以及生意团队伫照顾以及科技全力来防疫。我们医护的同事一定说，有没有新型冠状病毒，他们的饮食时间都是不固定、不正常的。但是至少，建豪总经理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们的发心是这样子的，是希望表示一点心意来做。那我也很高兴，在我们这个土地上，我们常常可以从人性上出现第一次，从科技上已经出现第一次。新台病院院长沈梦如表示，平常是恢复一时期，医护人员也真难好好正常食饭。病院平常是拢会提供养生茶甲金蕉作为营养补给。对着辛苦抗疫的医护人员来讲，饭店以家己的专业提供美食为大家加油打气，暖胃跟暖心。伫寒冬内底，人拢热起来。在这个时期啦，就是这个寒冬里面，这些美食哈，不仅会暖我们的胃，也会安抚我们民这个整个医疗人员的心灵啦。饭店表示，今仔日的经典菜是米糕，选用西行台湾在地食材，包括鸡肉、花菇、干贝丝等米糕料。甲当自米炊地的白米糕结合，佮加上香味真悬的土豆，保留经典口味以及丰富的口感，为医护人员打气。因为我们顾虑到可能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吃红鲟啦，所以我们就把米糕挑出来，然后做了用干贝丝，用我们原本经典的菜色来做。那甜粥的话，是因为我们知道工作人员其实很忙，没有办法好好坐着吃饭。那我们准备一个小小的甜食，可以随时拿起来喝，它就可以随时补充体力，也可以补充热量。校方表示，希望一礼拜内会当让所有新台病院以及校方所有防疫单位拢收到饭店的心意。今仔日是送1100份到新台病院，100份到校本部，其他将要伫一礼拜内底送伫新台医护人员、甲志工、新台宿舍学生、校警队等人手中，让新台防疫人员带来暖心佮甜蜜的能量补给。记者陈嘉生，东区采访报道。